我是陈白江，陈是十八世，小的时候跟陈新的入室弟子陈克忠学陈氏小家拳，从十几岁学一直到现在。从第一代老祖宗，他就会功夫，家里边就形成这个传统。老人们人家组织年轻人，有的就学大架，有的学小架。按我这个性格，学这个拳我都不愿意学，为什么？我不喜欢活动，硬让我父亲的高压之下，你学也得学，你不学也得学。父亲给我说的，印到我脑海里最深的就是：宁愿少活十年，拳不能不学。脚丫拳它就是比较紧凑一些，灵活一些。它这个理论依据都是一模一样的，一个走的圈大，一个走的圈小。一些要求啊，各有特色，必须得先守人家的规矩，从脚到头都必须得在这个状态，忌讳八字脚。身不动啊，膀不摇呀，打人不见其形啊。那先学会挨打，人家一周过来了，我怎么化疗？你听起来很简单，你去练去，你往往都顾此失彼。你为什么练小家人少呢？小家拳这规矩太多，人品必须得好。学拳的这个人多，喜欢的人也多，真正能下功夫的人的的确确很少很少。这老师只能教你方法的，教不了你功夫呀。我教多了弟子现在没记错过，大概得有几千人吧。不管走到哪里，我从来没给谁讲过价钱。我说你在我家学拳，我可以不收你一分钱；在我家吃饭，在我家住，我一分钱不收。我的家里边粗茶淡饭一日三餐，我能保证了。不管走到哪里，腰板不软。不管弄到什么时候，最起码有一点问心无愧。